昨天在光明山，我们说到佛家教学用艺术来表法，这个在教学里面是最高级的、最殊胜的，它的用意非常的深远。让你在这个当中学习，然后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六根接触到六尘境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事事物物都能够启发我们的心智，事事物物都能够成就自己的德行，这个是他真实的用意，这个也是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导。比如我们在佛前面看到供着花，花代表六度，见到花就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守遵守啊这六个原则，一定要与六个原则相应。那这话提醒我们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在任何处所啊，见到花都是这个意思，绝不是说只有佛前的花代表这个意思，那你就错了，那你离开佛堂什么都忘掉了。你就又堕落到凡夫，那有什么用处？什么地方看到花，他都能升起这个意念啊，乃至于看到彩画的话，我们这个画的话啊，挂在那个地方看到，亦复如是啊。那么现在，这个所流行的穿的这个衣服上印的这些花，只要看到花就想到六度因缘啊，就提醒自己要修六度啊。看到这个供果，我们想到我们要求菩提涅槃之果，随时随地无论在什么场所，只要看到果，都是叫你想到菩提涅槃。那么你就明了，六尘真的在说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有这种这个启发，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华藏世界六尘说法，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见到供水，想到清净平等觉，什么地方看到水，都想到清净平等觉啊。才知道佛没离开我们身边呢，佛跟我们永远同在。佛就是觉，佛就是智，我们要不晓得这个道理，不懂得佛这种教学，说是你一生亲近善知识，你到哪里亲近？谁是善知识？
果然明白了，恍然大悟了，才知道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无疑不是善知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不比别的了，这佛法讲讲常说的一尘一地我们就以四天王的表法来讲，哪一样不圆满呢？样样都是圆满的，没有一样不是圆满的。那我们凡夫为什么做不了佛？这个里面第一个因素就是你不能克服你自己自己什么呢？自己的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你没有办法克服你能够克己，你就能做佛这是连世间中国这个世间圣人都说克己作圣世法里面讲的圣跟佛法里面讲的圣意思相同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于圣身的事理他能够通达明了，这个人就称之为圣人那么简单的讲，圣人就是明达事理之人。可是明达事理，这个事理有深度有广度于是佛法里面呢，这分作鉴别为小圣、大圣。小圣能明达十法界以内的事理，大圣能明达尽虚空遍法界的事理。我们佛法就小圣大圣呢，是这个说法的。我们自己也要想做圣做贤也就是我们希望将来自己能做佛做菩萨，一定先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一定要认真做克己的功夫克己落实到生活上，那就是内里面贪嗔痴慢恶见，恶见就是错误的见解，要在这里下功夫断烦恼这是做内功一定要去悟。外面呢，要不受五欲六尘的诱惑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这个里面我们出家人财色名可以不要彻底的断除但是食跟睡没有办法，我们这个身体业报之身
这是没办法断的，没有办法断，要把它减轻，也就是说睡眠的时间呢，不要太多，不可以贪睡就行。饮食不能离开，不要贪吃，这样就好。而饮食之道，如果你有贪心在里面，容易得病啊。所谓是病从口入啊，容易生病。饮食越少越好，但是必须要维持自己的体力。这个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经常不断在运作，那么它的运作一定要有动力。像现在的汽车，汽车能够合动，它要靠燃料，它没有油了，它就不能动了。大家都知道，油料不足了，赶紧就加油。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活动啊，动力也是能量啊，越能啊，在推动啊。能量从哪里来的呢？饮食就是燃料，所以一定要补充啊。那么每一个人体质不相同，有人消耗的能量大，有人消耗的能量少。消耗能量大的就要多多的补充啊，他的饮食分量就多了。消耗能量少的他补充的也少。能量的消耗，消耗在哪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95%可能还要高一点。95%是我最保守的说法，消耗在妄想上，妄念上。真正我们劳心劳力，消耗非常有限。那么换一句话是，你妄念少，你消耗量就少了。你妄念多，你消耗量就多了。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出家人日中一食，他一天吃一餐就够了。他一餐不是吃的很多，不是把三餐当作一餐吃啊。三餐当作一餐吃，隔不了多久啊，他就会生病了，肠胃病就出来了。那个不正常啊。他的一餐就是平常三餐当中一餐的定量，这是正常的。他一天摄取这么一点点饮食，他怎么够呢？够了，因为他消耗量少，他身心清净，没有妄想。当年这些学生跟佛陀在一块修学的，接受佛的教诲，断烦恼啊。
都很认真地做这个工作。所以烦恼轻，它消耗量少，一餐足够维持24小时。功夫更深的人，他需要就更少。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尽了，身体还在这个世间，就佛经上讲的有余依涅槃，他证得小乘偏真涅槃了，但身体还在。他的烦恼比一般人那轻得多了，所以阿罗汉出去透波，一个星期透一次。换一句话说，他一个星期只要吃一餐就够了。辟支佛的定功就更高。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辟支佛是半个月出去透波一次。半个月吃一餐。佛经上这个说法我们能不能相信呢？难。凭什么相信呢？有事实的例子在。你看这个宗门参禅的人，得定的人，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老和尚一入定，盘腿坐在那个地方，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那一两个星期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他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这不就是证明吗？他在禅定当中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所以他那一点饮食那个燃料消耗得非常非常慢。10天一个月他不出定的时候都能维系他身体里面这个内部这个机器正常的运作。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身体里面照样还在运作他还在呼吸，他那个呼吸比我们这些微细的多，我们这个呼吸很粗他很细，所以他的能量消耗的很少。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饮食是可以立的。我们今天是凡夫，没有这个功夫。粗重的烦恼我们都没放下，可是要学习。在饮食睡眠上绝不贪，没有贪心，够了就行了。也不要刻意去求，刻意去求就错了。这个东西不是面子，不是好看，不去做自欺欺人的事情，一切正常就好。一定是内断烦恼外面远离五欲六尘。对于外界随缘而不攀缘，随缘里面一定要守护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要守住。
这个是四天王里面都是表这个意思啊，守护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不被动摇，不被污染，这个是真修行啊。从这个基础才能够向上提升。所以大家要晓得，佛法里面所有这个道场里面所有一切佛菩萨形象，要用现在教育的术语来说呢，叫教具，教学的工具。这里面含的有很深很广的教学的意义，我们现在一般人把这些教具当作神明来看待，你说错到哪里去了？释迦牟尼佛看到怎么会不流眼泪？我们怎么能怪社会上人说我们学佛的人迷信呢？真迷信吗？我们自己本身就迷信吗？本身就搞不清楚吗？这些是佛法最普通的常识啊，必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外面来观光的，来旅游的，来参观的，我们就有能力给他做导游，为他介绍啊，说明每一尊菩萨的形象，每一尊护法天神的形象，它代表的意义，你给它说清楚说明白，这就是教学。这个就是度众生啊，度众生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他明白了现前生活上许许多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地方问的问题，问了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往往在这个当中他都得到答案。佛法教学之殊胜，实在是可以说无与伦比啊。这样殊胜，这样完美的教学法，古今中外我们没见过，不但没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唯独佛法当中有啊，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确实是有罪过，罪过在不读经论呐！佛法这个要求是不是我说的呢？不是啊，经上原本就是这么说的，古大德原本就是这么解释的。你看看清凉华严的素抄，你看看离场者的论。岂不是把华严经所有这些境界表法的意趣都跟我说明白了吗？我们懂得这个意趣哦，然后才恍然大悟，这个经上所讲的华严
是诸佛如来常说的一部大法了，常说永远没有间断的，成说差说哦，这才晓得什么叫成说差说呢？因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在说法，那哪里有中断？我们自己学习有中断，而六尘的表法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啊，净虚空变法界都在说大方广，说佛化缘呢。我们整个生活都生活在大方广佛化缘中啊，我们如是一切众生哪一个不如是啊？菩萨如是，地狱众生也如是啊。这是如来究竟圆满的教诲，真实真善美慧的教诲，我们出家做佛的弟子连这个都不明了，你说多惭愧，怎么对得起佛？怎么对得起历代传法的祖师大德？我们学佛不晓得到哪里去学，这个大道理不清楚不明了怎么行呢？有人请我讲华严，请了一二十年了，许多人来请我讲了几十遍了，语言不成熟，没法子，因为经太长。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地区同学们都要去找我讲经说法，所以我这二十多年来都在过旅行的生活，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住上两个月的。多半就一个多月，是很长的了，短的两三天。旅游的生活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啊，就家的观念没有了，哪里是家，哪里是住处，没有啊，今天到这儿住几天，明天再到那边住几天，这个观念没有。就像佛经上讲的，只有在现在在哪里，没有住哪里。这一个分别执着突破了。所以内要断烦恼，外不受诱惑。这个是我们学佛最初方便，要在这上下真功夫，要做克己的功夫。好，今天时间到了。